非洲 DJ 这件代志，因为国内发生这非洲 DJ 走私肉品流入市场，现在变做这啊疫情很恐慌。最近警察机关加这国管局拢去抓这走私肉品，第一婚礼又过来抓到啊一件讲有肉品的这个啊。越南月饼，严肃讲，内底有一个非洲 DJ 病毒，起码算算全国累计已经有十二件。云林县卫生局接到通报，来到云林卖了这间杂货店，查到来源不明贩卖月饼送验，廿九号确认这批贩卖月饼被验出非洲低温病毒核酸阳性。现在还有没有月饼？没有，没有，都没有月饼了。现在没有。那天剩几个，他们带走了。都带走了。对。啊，他知不知道说？会月饼怎么会有问题？他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八月十七号接到通报指出，关内辖区内杂货店有卖越南月饼，马上向保持大队汇合，联合记者被将月饼查登去送验。当天总共查检六件月饼，其中一件被验出非洲低温的病毒。当天有抽了六件，结果有一件月饼是检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目前还在追查它的一个来源跟下游业者是不是有其他的业者有买到啊？有的话哈，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云林县卫生局表示，廿九号非洲低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公告的检验报告中，阁有一件位在高雄的商行鸡巴西，嘛被验出非洲低温的阳性。而云林县辖内这间商行，嘛同款包装的鸡巴西，目前嘛已经全部收回这款的鸡巴西送验中。记者吴立波报道。